请问温馨意这个是什么？终极霸王星际战士七位合体。哇，很酷吧？我们昨天早上帮我们做的哦。还有另外一台，这个是火车王。火车合体。哇塞，那他们两个人怎么比赛啊？打架。阿爸，我跟你说，这是你跟我的机器人，然后小的是妈妈的。哦。机器的是我跟爸爸的，然后小的是妈妈的。那他们要怎么比赛啊？这样子打架。这个可爱，咻。而且还要转化哦。他说你臭屁。哦，这样子都歪了。他变成一个鱼。歪掉。这手还可以跳。糟糕，他的母亲掉了，叫他出门。这是他的超级武器。将他的那个马扎掰过来了，所以他需要武器。所以我们要打败坏人。去吧，终极霸王。进去。这是美国机器人。这是美国的。淘宝是韩国的。那这个嘞？机械战士。那这是在哪里的？这个是他住在哪里的？他是住在韩国的、啊、大东市啊，跟迪鲁克啊，要打败迪鲁克、啊。迪鲁克都喜欢做坏事，还想要吃面，他像我一样，跟我一样。所以你是迪鲁克吗？不是。七位合体，终极霸王。哇，超酷！等一下它会变成七台啊，超强的啦。